其实我们可能经常会遗忘一个概念，就是时间的概念。嗯，我们其实常常觉得时间不知不觉就流走了，但其实它永远都在那里。而手表对于我来说，它就是一个时间的记录者啊，它可以时刻的提醒我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虚度光阴。嗯，当然是一块完美的手表，它也可以给我带来足够的自信。嗯，它也可以给男生增加魅力啊，不仅是男生啊。嗯，很抱歉，我不能够透露这部电影的一些内容或者一些细节，但是我想说，这一次的拍摄体验，是非常难忘的，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，应该在明年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影片，我相信到时候大家的感觉会跟我是一样的，其实每一个角色都像是我的孩子。也不能这么说啊，其实每个角色都是我的一部分啊，所以我不会偏心，嗯，我会认真的对待我塑造的每一个角色，所以我也会同样的喜欢我所塑造的每一个角色，所有没有挑战过。这个问题应该让观众来回答。我最近在拍摄的过程中呢，我有看一本书叫《夜影文书》啊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学习一下啊。当然，它讲的是这个武士道精神如何去面对死亡的啊。那可能不是，它比较小众啊，不是所有人都可能感兴趣啊。但是呢，因为我现在所塑造这个角色，他和这个书中所讲到的一些理念和观点，他有可以借鉴的地方。嗯，身体健康，还是会演《如梦之梦》，欢迎大家到时候进剧场观看。